处理的话，可能就要尽快反映，跟家长反映，或是跟我们这边的民意代表反映。那我们刚刚发出去的文宣上面都有电话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都随时都可以拨打。那另外就是要保持跟家人的联络。那除了打电话给女朋友之外，记得要打给爸爸妈妈。那不要忘记，爸爸妈妈都会很牵挂大家。好，所以祝福大家，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旅程。那也希望在这个时间点，大家都可以成长进步。那祝福大家，谢谢。